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全国亲爱的投资人大家好，今天请所有的投资人认真的看完我的节目，各位还有手机的内容，我让你们看一看什么叫做真正的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各位你看这个熊可爱吗？各位一个鸡丝有没有熊宝宝，上面还有陈立豪的名字。各位我有三位鸡丝的会员，有七位空姐的会员，各位他们常常会告诉我搭飞机还有他们的一个行程多么的辛苦。其实当一个机师跟空姐他们的生活条件真的有时候真的你在睡觉他在做工作，你在你在睡在做工作他在飞机上睡觉，真的很辛苦。不过各位这个机师我大概讲一下，他送我这个宝宝熊宝宝这个机师啊，各位昨天啊我叫他买一档股票，他说老师我要准备要去开始要出勤务了，还要飞到法国去了啊！我跟他讲说你先买那个3131的宏硕，你买好之后赶快要飞赶快去飞。他说好老师那我买5张宏硕。各位我昨天节目上有没有跟你讲买宏硕？你看昨天的节目里面各位有没有10月22号我有没有跟你讲买宏硕？有没有买宏硕？好，各位我为什么要叫他买宏硕？各位他今天哦昨天哦飞到法国去，今天哦才刚落地而已，才刚落地哦，他打个电话给我，老师好爽啊，老师你跟我讲买5张会不会买太少了？我说不会啦，恭喜你昨天出勤务飞到巴黎去才落地打电话给我，老师谢谢你我宏硕5张赚大钱。开玩笑，各位我是谁？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呢。昨天他买1610块，今天最高1720块，赚了100块以上。而且今天我又建议放空，再赚90块。各位，一档股票哦，昨天到今天赚195块，我是谁？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呢。各位，我现在验证给你看。如果有造假作弊我退出股市好不好？很多的投顾老师很希望我退出股市呢，为什么？因为他没饭吃啊。各位来看，你看看各位10月22号我说我是不是买回台积电？各位台积电我昨天是买1060块哦，对不对？今天纵使大盘跌200点它一样在1060块，而且上一次我们是出1100的呢，对不对？全市场有目共睹呢。我们是那时候台积电我们是出1100的呢。很多人问我说：“老师啊，你为什么要出1100？”各位，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当初10月18号台积电我是不是出1030到1040买的1100附近就出掉了没有？再上去给别人赚有没有？再上去给别人赚有没有？1100出掉了，我为什么1100要出？当你看到台积电，我的天哪，连续2天拉回到1060，各位，你就会知道陈立豪，哇，我的天哪，那个陈立豪真的有够厉害，有够棒的。开玩笑，我台积电做4次而已，赚293块呢，对不对？对不对？厉不厉害？很厉害啊！我一档股票来回做价差就好。各位，你再看四星 KY， 昨天我是不是说我赚了190块，我出掉了？是赚了190块，我出掉了。我为什么要出？那各位，我昨天出多少？你看哦，我拿给你看。各位，昨天2070就出掉，可以移动的。各位，这可以移动的。你看昨天有没有2070？有没有？我们的四星有没有？昨天两个字，昨天两个字有没有看到？2070就出了，有没有？我为什么昨天四星要出？我昨天四星赚190块出掉了呢。已经累积了45610块呢，我为什么要出？你看，如果你不出，今天打回到2000，各位你看到了没有？我是2070出掉，我赚190块，然后我出掉之后，叫会员资金转到哪里？转到宏硕。你看，各位转到哪里？转到宏硕。那各位，我昨天宏硕买多少？我一样拿手机给你看，你看。
我昨天红硕买多少？各位注意看啊，会员注意，3131的红硕1600到1605市价买进，有没有？我连续讲两次哦，会员注意，3131的红硕在1795出场之后，现在再度拉回65日均线1600附近，会员可以买回做多。各位，昨天可以，哎，两个字，各位看到有没有看到昨天？那各位昨天最低多少？你看，各位注意哦，昨天的红硕最低是多少？你看红硕，昨天最低1600哦，昨天最低1600，昨天收盘收1601哦，全部成交，对不对？是不是全部成交？各位你看，各位你再看来，我昨天我们在出完四星之后啊，出完四星之后，会员注意，11:14就在讲。3131的红硕1600到1605市价买回、哦、而且各位 11:17再度再讲，因为它拉回到65日均线那个1600附近就可以买回做多。各位你看昨天收盘收1610，最低刚好1600全部成交，到了今天最高1720，各位看最高1720。那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我昨天买红硕你知道吗？我那个机师买了5张红硕，到今天，哥，你知道他昨天起飞一个勤务出去到落地，各位，你知道他赚多少钱吗？哎，5张哦，是一张赚100块啊，5张就好。哥，你知道他赚多少钱？赚50万。昨天到今天赚50万，而且他又去放空2张而已，因为其他的他说他的券商只有两张融券的那个单子而已。你看、啊、昨天起飞有没有？昨天机师起飞到落地，各位不到24小时赚了50万、哎、结果放空又赚了18万。昨天起飞到落地，各位到准备要去睡觉了，因为他勤务很累嘛，准备要睡觉了赚68万。他说他从法国巴黎回来要送我一个超级大礼物。各位来看，你看我今天怎么出股票，你看我今天怎么出股票。来，各位昨天买了对不对？昨天买了对不对？好，买了。各位你看我今天怎么出股票，各位注意看、啊、来，会员注意，好，会员注意，3131的红硕1690请全部获利出场，保留资金再上去给人赚。9:49再提醒一次会员注意，3131的红硕1715请全部获利出场，保留资金给人家赚。而且9:50再讲一次，而且可以兼放空，兼放空，对，可以兼放空。我为什么要放空？我为什么要放空？获利出场兼放空，你看，对，获利出场兼放空。各位你帮我鼓鼓掌好不好？全国一流的老师，我一个会员哦，你看哦，你如果不相信我印出来给你看。各位10月22号买1600到1605，市价哦，各位你要买多少都可以买哦，收盘收1610哦，好不好？你看我连续两个时间点我都告诉会员 拉回65日均线1600买哦。好，各位来，昨天10月22号，你敢买吗？你有勇气、霸气、行动力再买回吗？有没有？有没有啦？今天10月23号，9:52:57来到了1720块。好，各位注意看哦，你看我什么时候讲的？好，各位来，各位，我9:44，好、哦，会员注意，有没有3131的红硕？没有关系，导播放大也没关系的。会员注意，3131的红硕有没有？你1690到1715都出场没关系。9:44，9:49啊，9:50还在讲，再上去给别人赚，而且兼放空。好，各位来，9:52:57，将近快3分钟，来到1720，全部成交了。全部成交了，厉不厉害？我的时间不能造假，不能作弊哦。好，各位来，那也就是说，昨天我们买红硕，各位，
今天105块10张就好，105万，对不对？是不是105万？各位来，我刚刚拿手机给你看，那我怕摄影师有时候不没有注意带到，我把它列印出来给你看，各位，10月23今天，刚刚我是不是讲，有没有1690就提醒全部出场了，9点44分，各位1715附近上去给别人赚，而且可以先放空。好，各位来，我后来又告诉会员，如果你怕1720放空，你觉得你怕怕的，那可以在1730到1745再去放空也没关系啦。各位来，你如果有空到，各位赚了105块再赚90块，我的天哪，杀回到1625，你看你如果真的空到，给你看，你看注意时间，我不会造假，不会作弊。我非常讨厌那个其他投顾老师喜欢造假作弊的。OK， 你要看一个老师是真的假的，看时间很重要。时间知道吗？时间啊，各位，你看哦，昨天买对不对？有没有？11:08哦，连收盘都还在收在这个附近哦，1610左右而已哦，全部都买到哦。好，买到之后，各位，我们带出。出到1700到1720赚105块，各位9点44分就在讲，出掉的时候的时间表，你看各位出掉的时间表在哪里，刚刚你看到出掉的时间在这里，9点52分57秒，我刚才是不是讲9点40几分就在讲了，对不对？好，那出掉之后先放空，各位你又再赚90块，也就是说各位你昨天买赚了105块，再去放空再赚90块，你昨天到今天赚195块，我的天哪，各位帮我鼓鼓掌，帮我鼓鼓掌好不好，那个长荣的机师啊，他还非常感恩我，他说他睡不着觉了，他虽然很累，刚落地现在在法国巴黎，他刚落地，他跟我讲说，老师还好真的找到你，他前面跟了两个老师让他赔了很多钱，各位开飞机不能乱想，等一下人命关天啊，还好我帮他赚回来了，真的昨天起飞刚刚落地赚68万，各位他送我的，他之前送我的，你看，还有陈立豪三个字，导播把他放可以放大吗，有没有办法，名字有没有陈立豪，看得到吗？看不到、好，陈立豪看到、看，对不对？他很有心的送我这个宝宝，那各位投资朋友们，你看195块那我们就出场了，你看看今天早上我的会员还问我，你看他问我，我早上9点32分就告诉他，1700到1720你可以放空。9点32分哦。各位，几点才来？我刚不是跟你讲吗？他几点才来？9点32分，我叫他去放空。9点52分57秒才来，不是吗？各位来了没有？来了，1700到1720，你可以放空。他说 OK。结果后来他跟我讲什么？老大，你真的很厉害，谢谢你。各位做股票没有这么难呐、做股票真的没这么难。你要你自己，你愿不愿意跟着陈立好？各位，你知道那个赚钱，让自己赚大钱是多么爽的一件事情。来回做价差，你看我们昨天的四星也赚190呢，昨天的微盈也赚115呢，昨天的星星也赚24呢，结果又换到宏硕又赚钱，宏硕做多赚105块，放空赚90块，总共195块，你看对不对？我从头到尾都验证哦。另外各位，
我是不是跟你讲，华城也是来回做价差？各位，昨天华城是不是很弱？昨天华城是不是很弱？昨天华城哎，最低584，收586。各位，我很多的会员问我，老师可以买吗？哎，我等一下拿你拿那个会员问我的手机。各位，昨天打下来你敢进吗？啊，你敢不敢进？各位，今天冲上来了，赚了26块。我一样短线上，我告诉会员有获利就先出。你看，今天会员注意，昨天有加码1519华城587到590的人，现在610了，短线有获利的人就可以自行获利出场。各位，26块而已，这个是比较赚比较少，真实富贵赚26块，10张26万，100张260万，好不好？出不掉就出掉了。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你在台湾做股票，你要懂得来龙去脉。其实说实在的，我刚才讲的故事给你听，有没有？你看很多人喜欢听故事比赛。那各位，我刚才不是讲吗？我有三位长荣的机师，有两位是华航的机师，另外还有一个是国泰，一些国泰的机师。光机师的会员就有6个，啊，空姐的会员有7个。好，所以各位，我跟你讲，其实他们的工作勤务真的很辛苦，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听他们在讲，哇，飞来飞去，连那个身体都搞坏掉了。那各位，他们为什么要找一个老师？他说他找了老师，找了很多个老师，各位到最后全部都决定跟陈立好。尤其有一个，刚刚我讲的送我这个有没有？技师宝宝啊，哎，你知道他真的跟前面两个老师哈，把他当技师的积蓄都赔得差不多了，他很可怜。哎，我跟他讲说，你开飞机不要因为受赔钱受影响。他说老师，他有一个很心态，很喜欢赌，你知道赌啊。我说如果真的你现在试看，不然这样子好不好？你试看看，把我当做你最后一个老师，你试看看。他说好，老师，如果你再帮不了我，我以后就不玩了啦。哎，我说好，我说好。各位，跟我到现在真的他很听话，我最喜欢听话的人。各位，一进一出该怎么做短线，他只要有看到，因为他的时间很难跟我配合到，但是我会传讯息给他，他看到他就做，他看到就做，他看到就做。短线也是一样，来回做价差。昨天要出勤务之前，他问我说，老师要不要买红硕？我说我不是 call 给你了吗？他说对呀，可是我要去开飞机了呢。我说对，你要开飞机你就先买的嘛。啊，他心不甘情不愿的，到最后要上飞机登机之后坐到驾驶座，还打个电话给我，我要准备关机了，真的可以买哈？我说你去买5张。今天落地马上第一通电话，他不是打给他老婆，他第一通电话打给我，他说老师，我就眼泪快掉下来了，我眼泪快掉下来了，从我起飞一直到现在落地，我累得要死。看到你真的叫我出的讯息，而且他还交代他的营业员哦，只要我跟他讲的价位出，他就出哦。哎，他还出到1690、1700呢，他挂单先挂单了嘛。各位真的，我跟你讲，听话的人真的是这样。昨天到今天赚68万。各位。虽然他的薪水很优渥，他的薪水也很优渥，真的几十万，一个月几十万。但是各位，他真的很谢谢我，他说回来再介绍两个空姐给我当会员啊，不要乱想，当会员啊、哦、还有介绍个机师给我，真的。所以各位，真的在台湾做股票，真的我跟你各位讲，你真的有很多的机会赚大钱，只是你愿不愿意做。不要每天去相信那种每天鬼打架，整天每天都可以涨停板的，或者是说每天、okay, 我跟你讲、哦、你要分析一个老师是真的是假的，你看他敢不敢把买进的股票的日期还有他的获利价差写在侧标上。如果买进股票的日期都敢打在侧标上，那这个老师不会骗人了。哥，你看我昨天就跟你讲，我不是买回台积电跟宏硕吗？昨天我台积电，我不是跟你讲我1100块出掉的，刚刚给你看到，对不对？我是不是1060买回？今天大盘纵使跌呢，大
大盘纵使跌200点，那2330台积电也是收1060啊，你在怕什么？外资都看到1600了，我看到1300行不行？我就放中长线行不行？对不对？那各位，你看宏硕，你昨天敢买吗？10月22号宏硕呢？宏硕呢？你敢买吗？宏硕呢？结果你看，昨天买了之后，对不对？昨天买宏硕这档股票，对不对？马上赚了100块，105块，去放空，放空又赚90块，来回做价差。各位，我是不是跟你讲来回做价差？你看四星就是来回做价差，赚了190块，昨天就出掉了。为什么要出？你不出，今天要拉回到2000。我讲难听一点，你就算2000去买，搞不好明天也赚钱呢。我是谁？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有梦最美，希望相随。Dreamer are the most beautiful and the hope follows。听得懂意思吗？有梦最美，希望相随。You can do it。Follow me， 跟着我。所以各位真的绝对不是天方夜谭，300万要变3000万，马上来电，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好不好？所有业务都在等你，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这条路是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我记得10月18号那一天，10月17号我们就已经买了，买台积电，买到1030到1040之间。我那时候在10月18号电视上讲说，我赚了，先赚65块，我先出，有没有？好，开盘就先出。我的会员还问我说，老师为什么要先出？我还告诉会员，还没开盘哦，还没开盘，8:41我就讲。如果是一个人的武林就是不很好，就不会很好，听得懂意思吗？8:41就在讲，如果是一个人的武林就不好了。果然我先出1100块。那各位，当你回来再看看今天，哇，陈立豪真的好厉害，好屌哦，真的有个屌的。各位，我告诉你，我出掉赚了65块，又打回来，我又再买，对不对？各位，你这样懂不懂得来回做价差？我都在表演给你看呢，我在表演给其他投顾老师看，其他投顾老师不会做嘛，听得懂吗？
各位，有一档股票你知道吗？我有一档股票力旺再创历史新高，你看，你看再创历史新高，这档股票我的天哪，飙到不省人事，你看，跟之前的四星 KY 有点类似，飙到不省人事，再创历史新高，力旺也是我的名牌呢。所以各位来跟着利豪好不好？跟着我，真的跟着利豪，安心嘛，信用开心，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各位，你看哦，很多的机师都跟着我，对不对？华航的，对不对？还长荣的，还有国泰的机师，他们这么聪明，薪水这么高，为什么要选择陈利豪？因为不会造假，不会作弊，不会欺骗，不会吹牛。所以各位跟着利豪，安心嘛，信用开心，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好吧？各位，所有业务都在等你，等你的一通电话，我就可以帮到你。你们要的是实实在在在盘中四个半小时可以带你攻城略地大获全胜的老师，你还在考虑什么？你还在考虑什么？听得懂吗？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完毕之后更好玩。所以各位跟着利豪，安心嘛，信用开心，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